农民百姓啦吼。我想农民会主动自发来走上街头，就表示因非常的愤怒，忍无可忍啦吼。这边的这个中毒事件，今仔来中毒农民受污染，但环保署长、咱工业局，搁伫遐做互踢皮球吼，也袂出凶手。对着这个代志，也无一个妥善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式，予阮所有的村民也感觉非常的这个愤怒啊！阮的诉求非常的清楚，第一就是啊，污水厂伫这个各中各小，头50公尺近尔吼，距离非常近，明显设计不当，所以阮要求污水厂立即迁厂。第二点就是讲啊，这个阮村民所要求的啊，这30年阮都无咧要求回馈啊，阮唔是要爱回馈金，阮要爱的就是讲这边中毒事件，政府无法度帮阮抓出凶手，阮爱政府负完全责任来甲阮赔偿，来甲阮补偿，阮唔是要爱回馈金，阮是今仔请马总统爱出面来做主，第一针对着环保署长、教育局长。这无适合的官员，未做代志的官员，爱要求立即下台负责。第二点就是讲，阮全民的这诉求，希望马总统爱这闻声救苦，苦民所苦吼，来有一个善意的回应，我阮的全民一个交代。现场今天来了多少人？是不是小小朋友也一起来了？对，我们今天来的这农民百姓吼，啊，因为阮阿拢做事的吼，占到70%，阮的囡仔小朋友会今仔日来了将近200个，阮总人数啊，全部是这个43台游览车。多谢多谢。